般还有三小时到家。其这事儿是这样，十四了，我学那玩意儿干嘛？你实际进，只要报了培训班，就可以在元宇宙里见到我姥姥。那就是。不过我姥姥那会儿是真漂亮。老爷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嗯，我爷爷要10000块钱学费，够黑的。你不会骗老爷吧？那不能够，老爷可不太好骗呢。